吞咽障碍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，发生于不同部位的吞咽时咽下困难。吞咽障碍可影响摄食及营养吸收，还可导致食物误吸入气管，引发吸入性肺炎，严重者可危及生命。康复训练是改善神经性吞咽障碍的必要措施。吞咽神经和肌肉电刺激所采用的技术是一种 NMES 吞咽治疗技术，其应用是在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吞咽锻炼的同时进行的。它能够加速康复，无需再严格按规定饮食，增进吞咽技巧，帮助病人持续改善吞咽功能。吞咽神经和肌肉电刺激仪将肌电生物反馈融入到神经肌肉电刺激 NMES 疗法当中，实现吞咽肌电生物反馈训练，增加训练的准确性、趣味性。表面肌电内置低中高三档测试，适应对电流敏感程度不同的患者。肌电触发电刺激将表面肌电得到的阈值提前输入，调节电流强度，患者吞咽达到阈值有电流输出，达不到则没有。适用于有一定肌力康复中期患者。神经肌肉电刺激内置四个专家处方和一个自定义处方，平板上可以无限制添加自定义处方，刺激间歇比例随意可调。适用于肌张力不全、零肌力、无法做出完整吞咽动作的患者。肌电生物反馈内置肌肉耐力训练游戏、肌肉爆发力训练游戏、肌肉协调性训练游戏，适用于患者康复后期肌群功能全面康复。吞咽异形，小巧便携，操作简便。治疗师选择处方后，打开电流输出，可实现早期床旁康复。